手，五斤。我们的鸡都是一只至少五斤左右。我们要确定点等。要穿烫三次。三次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这样子它的鸡才会紧缩，对吧？像这种鸡有没有？差不多要煮40到50分钟。对，然后再焖，不能强制去煮它。还是有声音啊？好可爱哟、哦，它纹路很好看呢。老板，不要。好。不要。鸡是自养的，哦，一压很多汁，汁都流出来了，哦，强制要给它熟的话，我没有，这个鸡会烂掉，因为我要抹盐，要吊着，就是让它有点，就是这盐味，会加那个特别的调味料。要客人标记啊。我卤了三个小时，这是老板请我们吃的哦。敲的话，杀的话过程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拍的这么清楚的吗？我现在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你那边拍得到吗？
鱼竿赶满吃。什么东西？我们都不敢了。那就不要留了。不，不要了。挂了啦！挂了，挂了就好。我改造？为什么改造？因为。会跳哎、欸！它蒸起来，它的它的皮有没有、哦、会翘起来，又比较容易熟。对，好、哦。小力动了哈。为什么它还会动？还是会动。吃蛮饱的，好，很乖哦。那鸭子就吃了，鸭子特爱。真的是鸭子鸭蛋，然后这个是鸡生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刚刚那个。体验养鸡，来，哦，哎，你们，你这一只太靠近我的手了，很强哎。敲的话就不用拍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错边了是不是？
这边处理干净了才有上去。
有鸡油。
入去哦。然后请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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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